好，主播各位观众，记得人现在所在的位置呢，就是基隆的这个海洋广场这边。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场呢，其实呢，比起以往来说，是真的没有什么游客来到这里哦，因为这里临近这个火车站以及庙口商圈，其实平常都会有不少人来这里逛逛，或者是说赏夜景。不过现场可以看到，因为这个卡努台风带来的这个雨势，在基隆这边晚间是一阵一阵，而且呢，这个风哦是完全没有停过。如果突然呢，它会忽大忽小；如果突然来一阵强风，还是会一时之间吹的人有些站不稳的。那可以看到，有一些民众哦是趁着这个雨势比较小的时候，赶紧来到这边拍拍照，因为比较没有什么人。不少人是带着雨伞出门，就是因为这个天气变化是相当剧烈，因为卡努的脚步走得很慢，接下来晚间呢，可能风雨还会越来越加强，所以呢，也提醒民众哦，出门的时候雨具要携带好。不过天气这个变化是相当的大，那也请民众要特别注意外出的安全。那么以上就是现场最新，我们先将时间交还给棚内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